薛珊珊小姐吗？蛇妹和你同属薛有学习，她刚接手入职，我希望你可以待在这里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宗腾。大老板，薛小姐为人很热情又很单纯，我们怎么谢她呀？那我先过来了，支票。你太俗气了，算了算了，我自己想吧。请问哪位是薛珊珊小姐？我是薛珊珊。 这是老板让我送来的午餐。珊珊，你的饭盒。珊珊，来啊，你的饭盒。他好了，吃了像猪一样，有没有人看见？你说，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？瞎说什么呢你？我觉得薛珊珊这个人挺好的，天真可爱又善良。 而且很有想法，又不是那种爱慕虚荣的女孩。最重要的是，人家没有男朋友。你把她说的那么好，你怎么不喜欢她？我有跟你说我不喜欢她吗？那你告诉我，薛珊珊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她没有。如果真的说有的话，只有一个，她很下饭。 之前每一年跨年，我都是一个人在这里看烟花。好不现实的感觉啊！这是在做梦吗？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难过，却什么都不做。你要让所有人知道，这个鱼塘被你承包了。我喜欢上你了，能看看我，不是你喜欢的吗？ 薛珊珊，我们试试吧。我就是不明白，这种人有什么资格跟你在一起？你够了！我承认我喜欢风腾。 我们试试吧，我现在明白什么是试试了。